这右侧那个刘医生，这右侧。你膝盖先露出来，那不得脱啊？那就你外套先脱了。穿个什么玩意儿？运动服。对，把鞋。行，就穿运动服就行了。哇，你这么壮，他妈腿。这么来大步腿都能顶了。嗯，你这腿一次很有力的。这没他，他有力的，他挨不上啊。像我这也顶不了啥，我这真没有劲。你也不想使那么大劲跑。我这前场也不让我使那么。蹲一下，蹲下，蹲下去，起来，蹲，再蹲，好，起来，腰痛吗？腰没事儿。腰也不对吧？对不对？同时腰也觉得痛对吧？没，走道时候不对，就今天打球的时候腰也不舒服。对吧？